么事？Miss A 一样，也是少一位团员的 Super Junior 小师妹 FX， 台湾的处女秀就献给大高雄，年轻奔放的活力，完全展现出属于他们的青春洋溢。FX 终于来台演出，团员中的队长 Victoria 宋茜也带着三位成员，用最熟悉的中文向大家打招呼喽。FX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ber。大家好，我是雪莉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马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这是 FX 第一次到台湾来演出。其中身为台湾成员 Amber 再度踏上家乡的土地，台湾的粉丝们更是在他 solo rap 的时候用最热烈的欢呼声为他加油打气。小时演唱会是独后台湾的50首歌曲，还为台湾献出独有桥段。九 SJM 的周密将 FX 的 Victoria 量身情合唱中文歌曲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让现场气氛变得好甜蜜。望着你了。